今天要拿弓哦？为什么今天要拿弓？不用拿弓啦，是播唱呀。不是，老师说要先拿弓。一、二。啊，这转会不会怎么样？它就不是松了。嗯。然后三。老师说要弹的时候都是要先用那个。嗯，好，放好吧，我们来播。已经被夹琴了，已经被20秒哦。哦，你今天已经验了第几次琴啊？第四次。第一次是妈妈不在的时候。哦，妈妈不在的时候，然后呢？第二次。买东西回来时候弹，然后第三次是那个。现在。不是第十次了吗？然后第三次是在看影片的时候。哦，今天念第四次了哎。哇，你照三餐练哦，还加码多一次啊、哦。哇，好棒啊、哦，练第四次了。然后听到老师说我们练四次。哦。可是我倒是我找到一个新办法了，你看吗？你找到一个新方法、啊？直接很快就可以做好了，放在这里，这个放在这里就不动。嗯哼，用手固定。可是这要有人力，我自己会有人力，把它先用推到这里来。我们家灯坏掉了，一下按一下亮。对呀、啊，灯已经坏掉，可是没关系，嗯，有哎、欸，可以了哎、欸。可以吧？我就说找到一个新方法了。嗯、我们来从20秒缩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吗？好的、啊。一步做，大家看，先把弦跟指板跟琴弦，然后尖尖对准天域，然后之后呢，这样子一步骤是这样。嗯。一步骤看。我头抬好高哦。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可以。都不用那个纱布，我都不会痛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可以开始练习了。那你后面那个盒子要不要放好啊？开嘴巴、哦。来来，好的。哦。我们不会有事了，弹的都很电子。OK， 没事了，还好没坏。我看是这是什么？这个，我来给大家介绍。弦，指板，琴弦，尖键，弓，哦，好了，快去。弓，我好想要学小提琴，呜啦啦啦。这样享受啊！好，你要练习了吗？好，我给大家介绍，这张纸跟那个刚才念一样，然后老师画的弦、指板、琴桥，琴桥你好像是画圆圆，嗯，琴桥，然后是。还有这个四个角的弓。
煎蛋，就是那个松松香松香，我等了那个，然后我会 G D I E 哦，我已经不用看就会了，大家想要听我第一首歌吗？好，第一首歌是什么？这个，我来给大家听听看。好，第一首是这个。好。一二，一二三四。一二开始。好，那你准备好了，我就开始了。一二开始。咚，什么？那是什么 ？D。好，一二开始。D。然后是 D。很好。这个，我比较喜欢后面的难度，你看哦，这后面的难度。那你挑三个表演好了啦。好，这一挑，好，这一首可以。我先听这一首，再这一首，再这首。好，可以自己开始。另外一面再这首，好，可以。这一首已经没有人，这一首是 A 哦。一二，好，一二开始。等等，重新。哦，好，一二开始。这个念完就行了。然后下，我们还是把整首歌念完，然后下一个。好了，赶快啦。D。等等，那个。开始。D。哦，还没。D。D。怎么？错行了，对不对？要妈妈手指。G， 重新。哈。可以。那你还要再表演吗？还是可以了？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。好，最后一首哦。不是这个，念完不是就还作业。好。好，最后一首了，选你最喜欢的一首。我们从这里到这里。最后一首，你挑最后一首。好的，开始。好好，开始。一。二。开始。一。不对声音了。一二开始。一。
对。嘿嘿，好，拜拜，你自己慢慢练咯。好，好，那你再选最后一首。这个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先那个。好。爷爷。好。好，一。嗯，对，八个一，五六七八，对。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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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然后是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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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G G G G，好。